这个花死掉了，我要买一颗新的，把这里补上。这个已经黄了叶子。哦，这罐都没有水了，要加水。今天下雨，但是今天又是节日，我也想去上街，买点花，然后看一下街上有什么东西。很喜欢逛农村的集市，因为觉得很多东西，很稀奇的东西，会有一些叔叔啊、阿姨啊他们挑出来卖，有一些都没见过的，有一些东西在外面很难买到的。先把这个花弄一下，把水补上去。这个把它摘掉，不然会越来越黄。干啥呀？啊，随便。叫啥？楼上。感冒了是不是？嗯，有病，上来吧。小哥，开心吗？我今天带你出来玩，还要生我气啊？他的这样又想要，那样又想请的。这样子吧，等我请你吃好了。真的啊？是什么？想吃什么？这里有自助餐吗？路边摊都有自助餐没有？路边摊也可以啊。小哥不是要请我吃东西的吗？走饿了没有吗？饿了。饿了就去。小哥今天好大方，请我吃这么多东西。我以为你点了呢。一半嘛，旁边五块，加十加就是五块的五千。还有臭豆腐，我点了臭豆腐。啊？我点了臭豆腐。给酱酱。好大方啊，今天。
必须的。你如果是要那个鹅的话，就成本就高一点。啊，吃这个要不了多少？吃这个才十块钱，是不是？一起都不到十块钱。你看我讲话吧。喂，不过你要确定要买了这个的话，不买了，不买了。啊，不买了，不买了，不买就吃这个了啊。没事了吧？怎么样？刚刚跟我表哥去逛街回来，他说要帮我买回那个鹅，我那个鹅不是丢了吗？又提这个，又提这个，又提这个，帮你买你就不要，哎，不要啦，帮你省钱是不是？吃个巧克力。我不喜欢吃这个。巧克力好吃。嗯，不喜欢，吃的牙疼。不会。这个太甜了，我不喜欢吃太甜的。吃香蕉。你看我好不好？帮你省钱了。这个是榴莲饼啊。这个好吃。啊。你吃就行了嘛。哎呀，我看你要给我买鹅，我有点心里过意不去呢。那我吃个李子就行了，吃个李子。哦，好吧。那我帮你省钱了啊。嗯。不要再说不要再说我脾气不好了。可以吗？嗯，好好好。脾气好吗？好，就像这样的好温柔。嗯。我去看一下表嫂去干嘛。今晚上吃饭啊。